多一些时间了，我们可以轻易让他下去吗？对不对？划不来。所以呢，哎，我们克环老师呢，哎，不是啊，不是我们克环老师，克环老师是很棒哦，他很会打鼓，他在我们学校教箱子鼓，那是很厉害的。但是他今天觉得说这是一个小朋友的场子，我这个做爹的呢，哎，当然是最爱谁呀？对呀，他自己的孩子嘛。所以呢，虽然他的孩子不在我们学校念书，可是他很愿意让他的孩子把他们的才艺在这里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来欣赏他两个孩子的才艺。来，我现在来介绍他们。他的大儿子叫做周小武，是仁爱国小五年级的小朋友，他在学的是拉中提琴。那个弟弟二个儿子呢，也是仁爱国小的三年级周晓峰，他的在学校所学的是打网球啊、哦。那现在他要为我们带来的是圣诞组曲，第一首《普世欢腾》，第二首《天使在歌唱》，我们掌声欢迎。这是爸爸的爱，这是爸爸的体贴。小五要跟爸爸说什么？哦，这个我们中国人哈、哦，就是要说谢谢，要说爱哈、哦，都很羞于启齿，要大胆的说出来。好，哎，对，小朋友刚刚答的对，好。
来来来，两个小帅哥，谢谢你们从仁爱国小到这边来捧我们瑞光国小的场子。来，告诉我，爸爸先不先？有没有被爸爸打过？有时候会。你有没有打？这个时候我问这个就很白目了，怎么可能大庭广众之下，他待会儿就皮痒回家就难过了，对不对？还有，我听说呀，才小三，对不对？小学三年级，嗯，大声一点。对，前些日子你去参加什么比赛？网球比赛。得到第几名？忘记了。有。他妈跟我说他没有进入前八强，他跟我说有。现在的状况如何？哦，哥哥说第二名呐、啊，这个是。全国的还是全屏东县还是南部地区？全国的。哦，掌声鼓励全国的网球赛第二名。哎，才小学三年级耶，真不容易。你打鼓的力气是用打网球的力气在打吗？不是哈、哦，稍微温柔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掌声谢谢他们，谢谢。我都没有问你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梅阿姨大小眼？有没有？要你要说什么？羞大脸，羞大脸，羞大脸，急什么？哎哎哎！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你拿下去也要再上来。我们说有这样的孩子，他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强壮的爹在后面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不要再？我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课环老师的表演？多酷啊！今天没有听他表演，我告诉你，绝对睡不着觉，你会觉得很遗憾。我们掌声欢迎柯环老师！来来来，这个拿上来不容易，撤下去也不要那么简单啊、哦！太厉害了，来，儿子，要不要来帮爹的忙？要不要？然后来来来，帮你爸爸。帮我打站台助阵，站台助阵。好了，你们可以下去了。有限的空间发挥。这个爹他想要把大家所有的眼光集中在他身上，所以赶快把儿子赶下去，因为小的他吸睛嘛。OK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这应该是小朋友表演的一个机会啊，他上台真的是应主任。一定要上来这样子，对啊，没有应主任啦，是不是大家都希望对不对？哎，对，这是应主任哦。柯环老师，你可能忘了，今天是亲子音乐及才艺发表会，亲子啊，哦，爸爸妈妈也可以上台表演，像刚才有姑姑也上来表演，对不对？来，柯环老师加油一下哦，大家帮你热烈掌声好。下台就是不一样，看到那么多节目，头还没昏，还知道这是亲子。好，谢谢校长。那我没有音乐啊，就随便打。哎，因为这里有一个职业的贝斯手，哎，罗哲奇的爸爸哦，在这里表演，我真的要。哎，要不要罗奇的爸爸？哎，给爸爸在哪里？哲奇的爸爸举手。是那个。要不要？来来来来来。哦，金曲奖哈雷乐团的那个专业的贝斯、哦，他说他没有带乐器了、哦，他故意的，他故意没带。Big Box， 他要看我出糗。哎、Big Box， 我麦克风给你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给那个他的绰号叫蓝豹，蓝豹，那个洗衣粉叫蓝豹，蓝豹。哎，换你打了哈。这柯环老师他是非常的优秀，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台下的时候就是，对，我没有看，我有没有表演什么？今天要表演吗？啊，不，还是我就交给你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
还是因为科王老师他如果说下一次我就带我的乐器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，黄校长。明年一定把那个他的乐团。不是，我们桂花乐团，哎，都是国小乐团。OK， 好不好？就这样子，就交给科王老师。我知道我会 B-box， 但是这个时候不太适用。他谦虚啊。OK， 好了。他说他最喜欢那个音乐里面低大调，有 CD 低调，他喜欢唱低调。哦，是。他的低调是低调一点，不要表现低调。OK， 我们就。今天就算是没有带您的乐器来，听你的声音也真的非常迷人啊！好，我们先谢谢你，我们期待明天，明天一定要来。好， okay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科环老师为我们的演奏，不知道他要演奏些什么哈？那个，好吧，那就。简单的，我们叫 solo 几段哦。哇！这个好像没有这样子，好久没有这样子了。应该躲起来，有没有一个布幕把它打起来？适应要适应。分享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谢谢。